他写 RF-18-15。他有个发表会，7月4日，他已经发表过了。好，他不管是怎么闹，他是你看他有时候会追到生气，是因为他会觉得电脑变成清楚，他就去抓生气。所以你看他在回头的时候，在见面的时候，那其实的话是因为这几天刚上市，对，那发表。